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We Can Do It Kids， 我是 Maggie， 她是 Kylie。 今天我们要开箱了，我们很久没有出去外面了，来看看我们在网上买了什么简单的玩具。贴纸 Melon，小叮当，安娜 ，Elsa， 亚阳，恐龙，贝加美 ，Transformers， 哈 ，Tree。第二个玩具 Jenga 积木，积木，哇哇，有两个玩法，一个是 Domino， 一个是积木。这个玩法就是我们轮流哪一个弄倒的人就输。开始，咪咪叫你拿。把刚拿出来的木块放在上面。我输了，因为我弄倒了。我们看下一个玩具吧。一个是小叮当，一个是钉子。拼图 sliding puzzle。首先，我们要把它弄乱。已经乱了，我们要把它拼好。完成。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玩具，万花筒。你可以换的哦。哦，是我们的手指放在这边，就是我们的手指了。到下一个了，迷你夹娃娃机，我们来开看看。这个是我们的新玩具，我要粘它的贴纸了。我们把贴纸粘了，是不是更漂亮啊？好漂亮呀 ！Good， 我示范给你们看怎样玩。我夹到一粒出来喽。
喊完了不想停下来。当然是来了咯，我们现在要开下一个玩具了。哪一个玩具啊？Sticky Spiderman。好好玩哦！你们想要这些玩具吗？去我的 Facebook 看看吧。拜拜，改次见。你们讲拜拜。讲拜拜。讲拜拜。谢谢你们收看我的频道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频道，请给我一个赞，转发给你的朋友。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。